送给大家，谢谢你们给我的爱，然后让我可以用歌声，用我最强悍的武器来回馈给你们。PSY， 谢谢。在现场，今天我的爸爸妈妈也从台东上来，
在哪里？哦，没关系，有点黑看不到，皮肤已经有点黑了。黑黑的什么？妈妈在哪边？妈妈，爸爸。歌艺呢是跟我的爸爸很像，一定要讲，要不然他们会说你怎么只有讲妈妈，这样对我平手吗？谢谢你们给我这么好的声音，这么好的身材，然后刚刚进来的时候是不是有请大家点歌？所以刚刚都已经有唱到你们的点歌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还没有。不行，不行，气质，气质，气质，对对对。啊，刚没有唱到你歌啊！啊，真的很好假哦，太演了，有点假是不是？对。哎，我没有这种，啾咪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哦、，OK， 这一张比较特别，就是故意要让我看到，我看，其他都是一样的，只有它最不一样。好，你赢了，我要念你这一张。亲爱的阿令，现场有位特别的歌迷，今天是他人生第一次参加演唱会的同时，也是他的 birthday。他叫陈楚文，楚文你在哪？楚文，今天你生日耶，是你的姐姐说要给你 surprise。 你知道我刚从加拿大回来，英文一点点，中文也一点点。我们就再来这首来自加拿大的 Happy Birthday for you。来自加拿大。Here we go。Hey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永远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. Yeah, yeah. 我好久没有玩，虽然今天只有阿令，但是黄小虎也要给你祝福。今天生日是不是？那小虎姐就唱这首，祝你生日。哎呦，真的好，这一段。
跳什么谐星，我性感星性感谐星，性感谐星，天生谐星。影片不可以给我放上去，怎么烂鬼直播了，你们敢放上去是吗？等下镜头你们敢再转share 转载分享分享，对，我中文有点难。哇，好多人点这首歌，好，生日快乐之后，我希望你不要跟我说给我一个流浪者。Thank you.